你可以生我的气，但是你不能不唱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师傅，你一直压制我，一直霸着学校里，学校里不是您一个人的，我跟您一样，是30年才出一个的情人。你是怕我现在就超过你，所以一直压制我。人各有志，既然如此，你我师徒的缘分就到此为止吧。韩雪，爸，哎呦，真是你，多久没见了？爸，您也来钓鱼啊？啊，哎，这好钓吗？好钓，打好窝就行。您看，这都钓上来的。哇，那么大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前段时间在那个上边钓，不好钓。来来，干，你弄出来，你也钓。哎。爸，看您下杆的感觉比我专业多了，向您学习学习。退休没事干了，净钓鱼了。海军儿，哎，单身父亲不容易吧？一开始挺不适应的，后来也就习惯了。看着女儿一天天的长大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还别说，真是。不管一个人在外头多苦多累，只要想到她的笑容啊，看到她的笑容，就觉得，哎呀，所有的疲惫都没有了，浑身都是劲儿。哎呀，这个人啊，只有当了父亲以后，才能知道这个可怜天下父母亲的含义。哟，哎呀，这么快就上鱼了。是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有的时候吧，这孩子也闹腾，我也心烦，可一想着他给我带来的快乐，真觉得什么都不是事儿了。你说这个人啊，有时候就是惯啊。这个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，还盼着他长大；这个孩子要是听话了呢，哎，又怕他长大。还真是这样的。怎么还没擦完呀？我擦的认真，
你看，都反光了。都反光了就不用擦了。月平，碧云要求的高，我还要再擦一遍。碧云对白碗筷也有他的要求。哦，是啊。什么要求呀？父母上下对坐，儿女左右对坐。真棒，擦吧。哎，江离又回来了是吗？爸妈。哎呀，我儿回来了。妈。哎，彬彬。哎呀，爸！哎呀，你这大门也是你开回来的，他们都是你的下属，你快进屋跟妈说说你现在是什么领导了。别！冰冰，这车是你的，算是吧？不是，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，买这么贵的车？江城市的市长都坐不起这么贵的车呀。孩子在外面闯了这么多年，你个井底之蛙，没见过这么贵的车就别乱比较。进屋。哎呀，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，不，你挣这个钱是怎么挣的啊？这是公司给我配的车。他老糊涂了。我才不糊涂呢，我好着呢。他是谁？李斌。我是谁？李斌。你再接着装啊你。快进屋。我儿回来了，你看这盖了个房子，盖了个房子，快进来进来。那房子还是我盖的呢。哎呦，妈都糊涂了，因为这有个电视机，你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我儿。坐。哎呀，坐。李斌啊，坐，妈。嗯，好。嗯，我问你，你们什么公司给你配的那么好的车？啊，我们到了这个深圳以后，我是进入了一个建筑公司。然后在深圳盖了很多房子。哦，你看这个深圳我没去过，但是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着深圳很多的报道，改革开放好啊，很多的这个资金啊，还有好的经验都流到了这个深圳，但是同时又有很多坏的东西，比如说这个各种诈骗、经济犯罪等等啊，人们啊为了金钱的诱惑啊，都迷失了自己的方向，挣得了第一桶金。我的意思是，就是啊，你不能走错了路，要不就回不了头了，对吧？哎呀，这孩子刚回来，你就什么经济犯罪啊、违法呀、走错路啊、回不了头啊，你刚清醒就说这种话，你还是糊涂着吧。我怎么了？你才糊涂呢！你刚才进门还问那个房子，咱家盖了栋房子，这个房子就是李斌盖的，他搬的砖还咔咔咔，那时候。好吧，好，爸。对，我教你的，对吧？那时候。谢谢。我知道你也是害怕我走错路，但是妈爸请你们放心，我们这个公司是个建筑公司，也算是赶上了一个发展的好时机。深圳速度你应该听说过吧？我知道深圳速度啊，我们就是跟深圳一起发展壮大起来的，然后我现在是个经理，所以公司就给我配了辆车。哈哈，我放心了。给你解释清楚了吧？你跟我进屋就说一下，这个你这些年在深圳啊，都碰到什么新奇的事儿、啊？好，真是太烦了。江天淮，我儿刚回来，你就要把他拉到屋里去逼着我，你是不是又犯病啊？你，我犯什么病了？我爸犯什么病了？他有老年痴呆，他一直把我叫月平。你不是装病吗？你再接着装啊！你儿回来你就不装了。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好了，我没病了，清醒的很。你想装就装，反正我已经把你当孩子了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。我们就是孩子啊，我也是你的孩子，行了吧？你怎么三十刚出头都有白头发了？这儿有一根白头发。哎，没事，拔了还会长。拔了，你还长得这么帅，一个白头发不好。哎呀，
好了，可以了。这现在就能用了？嗯。这电话费贵吗？不贵，一分钟6毛。那挺贵的。我儿这么多年在外面闯荡，也吃了不少的苦吧？还行吧。那边生活节奏快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待久了习惯了。啊，那也不能光为了赚钱就把身体给累垮了。你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，但也面临更多的考验。妈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换一套楼房？在这住着都挺踏实的，这进进出出的街坊邻居的，哎呀，有人情味儿。我儿，你的心意妈领了。你还是一个人吗？单着呢。你应该找个人了。哎，没事，先不提这个了。嗯，妈。嗯。我在深圳那边安顿的也差不多了。这次你们跟我去那边住几天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哎，你到你爸那儿去给他的礼物带了吗？给他带了几个手机。哎，你买了多少个手机回来？就几个。哎，你钱别乱花。哎，你给他挑个大个的，他心眼小。现在这种东西越小越贵。哦，越小越贵。但他肯定喜欢大的，大的有派头，能显摆。你就给他挑个大个的。他跟钱多多过得挺好的，他的那个女儿也学京剧了，条件一般，因为我说了实话，他追着跟我吵。哎呦，这电话真是响了。哦，这是哦，安静。哪个？这个绿色的。这谁打电？喂。喂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卧室呢。哎呀，你有毛病啊，在家里打电话，一分钟6毛钱呢。哈哈，哎，我试试这个信号好不好？你听得清楚吗？清楚，挂了。这个按红色就挂了。哎，这个东西好啊，又精致又轻巧的，还方便。好。你爸高兴的。